本视频将教你如何连接你的 MicroLite 记录仪，移除 USB 保护帽，然后将记录仪插入你计算机上的 USB 接口，将记录仪连接到计算机后， MicroLite 的 LED 灯就会亮起，并在 LCD 屏幕上显示 USB 字样。在启动软件后，软件界面将会出现一个记录仪图标，记录仪中的数据也会自动下载到计算机中。操作就是这么简单。感谢观看，希望能够帮到你。